想象未来靠科幻，靠愿景，但是实现未来就得靠科技。我们认为华为就是一个平台的公司，我们的平台包括了 ICT 的平台加上云，通过端管云建立开放的平台，结合 AI 与生态合作伙伴一起，使能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。作为 William 的智慧孪生，未来的我一定比你更懂你。